期刊。你粉套太多了。反了，反了。哇，杜江哥真的很聪明哦。哇，天哪，这个有点恐怖。怎么可能？这个是真的吓人。那往这儿倒吧，往这桌子上倒。不要浪费啊！那待会儿，我证明一下是真的薯片，吃一片。这片是真的薯片。哎，这是道具，迪哥。哎，掉过到地上过的。看一下，有吗？有手机。手机。娜姐，帮我拿出来好吗？不是吧？为什么？而且为什么会在那里面？手机。娜姐的手机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哇，娜姐帮我解锁一下。好，打开。照片，照片，对，是同一个手机。哦，他要证实是同一个手机。刚才我们拍过的那个照片，照片没了是吗？有，先给迪哥偷偷的看一眼，是照片吗？是照片，我们的合照，是合照。为什么呢？是合照吧？是啊，这是我们的合照，就是刚才的合照。来，给镜头看一下，现场观众朋友，记得我们的约定，五秒钟掌声，五、四、三、二，不数完不要停啊！还有半个小时，大家稍微坚持一下。二，怎么做到的？这个，谢谢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，谢谢。你真是我见过的又慌乱又奇妙的又好棒的魔术师。
有杨迪哥在的魔术师可能都比较慌乱一点。哇，这个随时被打，怎么可能呢？这箱子也没有那个呀，也没有动。是的。哇，太精彩了吧！这个用咱们春晚经常魔术里经常用的一句话，就是这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太厉害了！但我最后一个问题，请问杜江上来干嘛的？他坐在我旁边吃薯片，哎，一直在吃，很认真的在吃。他主要是说他饿了，然后一定要申请上来参加这个节目。哇，这个很厉害，这个我服。谢谢，这个，谢谢林云芝，谢谢。